嘿，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，你丢的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方方来喊上一声，爸。我在这儿，所有的眼光都在看着那边。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美术小课堂。后排同学泡面，这回举着蛋壳床。上次教的美术作业，几位同学不会犯。作为点上，今天就给全班同学看一看。来，扁桃体同学，麻烦请你发个言，这空白卷是啥意思呢？别说买笔没有钱。不告老师，我画的这是老牛吃草图。草呢？牛吃了了。牛呢？吃完跑了。太真实了，知道大家去学习。我们上次作业就是以真实为主题。杨天峰同学画的人物还算是优秀，这个人物真是特别帅气，咋看看不够。但是你说这幅画它够真实吗 ？No， 我想不通，为啥这么帅的脸上会长痘？老师，这个很真实，你先别难受。这幅作品叫做《没有开美颜的小鲜肉》。闭嘴！说你不真实就不要再坚持。好的作品要有灵魂，并且要结合现实。现实就是脸上痘很多，它肯定很上火，所以肯定想买护肤品准备。进入寒露节气之后，各地的气温持续走低。据说在这个季节，把秋衣秋裤都穿上是对降温最起码的尊重。而且呢，秋衣要扎在秋裤里，秋裤要扎在袜子里。温馨提示都在今天的节目里：秋裤及腰胜过桂圆枸杞。想唱首情歌给你，说句喜欢你。想唱首情歌给你，说句好想你。想唱首情歌给你，想唱首情歌给你，想唱首情歌给你。再唱首情歌给你，再让你生气。再唱。小姐姐非要来我来68楼喝下午茶，妙龄野菜单，妈也人均30左右，居然就可以在68楼的落地窗360度俯瞰广州全景，颜值超高的星球丝木雪，酸酸甜甜，十分像初恋的味道。阿芙加斗上是咖啡和棉花雪糕的搭配，口感超浓郁。富士山下雪糕里面是草莓慕斯、戚风蛋糕和椰冻，不仅颜值高，口感还超独特。一边俯瞰广州塔，一边品尝这杯自由的渴望，咖啡和气泡水搭配真的是特别适合女孩子。哦不，是凹造型。吃完原性满满水果的果昔碗，明天也要加油呀！人均30左右，不仅可以在这落地窗看广州的夜景，还可以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，这么酷的吗？你猜我找到什么星星了？嘿，这趟超值哇！小姐都不舍得回家了。OK， let's go。
猫经常咬我，怎么办？个人建议来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咬它们的耳朵。猫跟猫之间打架的时候，就是在厮打中咬耳朵，耳朵上的血管很多，稍微一用力它就疼了，这样一来它就会自己受老大，而且完事儿了也不记仇，它只知道自己是打架没打赢你。猫耳朵口感酥软绵密，一口咬下，丰富的绒毛充满口腔。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能记住一种味道，猫耳朵将会是不二之。Another sunrise, another sunset. Soon it'll all be yesterday. Another good day, another bad day. What did you do today? Why do we choose to chase what we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你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，为何人生？お菓子くれなきゃ、いたずらしちゃうよ。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？我操！我都还能穿上去。出去配钥匙了啊！哦，给我也配吧。你也配？你说什么？嗯？你也配？啊！你配不配？配不配？哦，我配，我配。什么？你还敢配我？哦，我配，我配。哈哈、啊啊，我到底配不配呀、啊？不用的把这梯子拆了吧，你要拆管儿不太费劲哦。要做一个专业的原因。对吧，拆梯子什么劲呢？拆梯子吧。准备火腿肠对半切开，再切成小段，中间划一刀，用牙签固定，锅放油，围成五角星的形状，打入一个鸡蛋，煎至定型，取出牙签，煎至两面熟透，刷上蒜蓉辣酱，撒上辣椒粉葱花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。来到了天津卫，把美食尝一尝，煎饼果子好滋味，那名气响当当。豆面摊成煎饼，鸡蛋色金黄，抹上面酱红辣酱，撒上葱花。小酷，你手上戴的什么呀？这个。嗯。哎，让你走了。Listen to the nickel bass。都不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